加牛肚的咖喱面，你有没有看过 ？Hello， 今天我们去到比街吃梁姐妹的咖喱面。你们是不是要问我地点在哪里？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他们在比街的。没领会有给你呢，三零零的了啊，三百包你呢。这几年的咖喱面味道一定是很够力的咯。喂，阿姐，阿姐，哦，靓妹，哦，试下咪加多啲啊？冇问题，得唔得？再加多啲。哇，靓仔。这样满满西红的咖喱面，看到是不是很有食欲呀？像这个辣椒，美味直接翻倍哦！啊，不要讲，我没有告诉你们呐、啊。吃这个咖喱面一定是吃面先喝汤，吃什么都很鬼香。哇，它鸡很嫩呐、啊！根据网络上的一些说法，咖喱面呢的原创始人有可能是娘惹人，或者是福建人，不是印度人呢？咖喱拉沙跟咖喱面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？这是加了牛肚啊！偷偷的告诉你们了，一碗好吃的咖喱面哦，知道它很肥，但是我还是把它吃光光。好食冇？超好食，超好食。老娘，我要打包用这个。前几天呢，有一网友介绍我来六里村找这个姐妹的猪肉粉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下的料也是不简单嘞。六年了，他过到六年了啊。他开咗间，仲有一间，专门店嚟嘅。咁咧又成八年咯，一间不单啦都有，嗰个又系档口嚟嘅。竟然是网友介绍，肯定要变成我家的祖传大碗哦。哎呦喂，小哥哥，你的电话码几号哈？这个恐怖的阿姨。这种熟度的鸡蛋呢叫嘟嘟吼，后来炒到这个葱花、葱头油还有胡椒粉。注意，价钱我已经放出来了啊！得好吃就说 stop 啦！你们要的地址我放在最后自己截屏啦。猪肉粉这种 spam 是肯定少不了的，吃面先喝汤，吃什么都很鬼香。猪肉粉好不好吃，就是要看这种 spam 了啦。喝一下味道哈。眉毛动一动，感觉很不够。真就是张小燕的妹妹张小小啊。抖音，我知道啊。你才是老师，你要带什么？Hello， 今天我们去到 Cheers Marie 的世纪美食馆，看看这个迟到的人。喝三杯，我将赢了你头。你不要去跑。帅哥，今年几岁？哎呦，稍微。今晚你的猪肉羹很浓哎。都跟你们说了吗？吃面的先喝汤，吃什么都很鬼香。哇，味道够浓，够辣。大哥，你的双下巴跑出来了。牛肉拉沙是必点之外，这牛角包你们一定要点啊。吃这个牛角包就是要大口大口给它咬下去，还有这个葡萄牙式的炒面。你吃饱了吗？我知道你还没有吃饱，我知道。再来一个 ，boss。嘴上说不要吃，但是你身体很老实嘞。是顶上来的。今天就以欢笑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影片了，拜拜。哇，功夫炒。哇，本尼，你接功夫，牛肉汤，太阳骨面，黄酱鸡，哇，这个是不带臭豆，有鱼，沙冬。灵魂辣椒，啊！你接功夫，好吃就说。知道了。哎呀！真的好吃，你看，我看到他打包的时候就最好吃了。他出名的应该是这个而已。牛尾不是牛鞭，牛尾巴。
究竟什么东西闭上眼睛就可以吃光光。那今天呢，带上我的好朋友来到板南一带这间老店，吃上鱼头米粉，把你吃一点到。在那边我说冻鱼蛋哦，下次可以早一点嘛。看老板娘烫粉的手法，还有拿手冻的姿势，就知道要记下要啥在啦。哎呦喂，看老板下手就知道经验非常的到位。开咗几多年啊？呢度都30年咯，28口。小哥哥下次请早哦，好料哦，招一另外斋呀，是另外斋，另外斋。这个东西都无吃，食物马上送到你面前了咯。点的都是老鼠粉，那吃面先喝汤，吃什么都很鬼香，爽。我还说跟我男友一样，我看是你牙齿有问题。你跟我的秘方把辣椒倒下去才是真正的秘方。地址写在下方啊，你们自己来啊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你看眉毛都有感觉很不够。你要加鱼吗？炸鱼？妈，你还要？要我要。来吧，小老婆，我炸鱼多两碟。啊。闽南语啊你。偷偷告诉你们呢，就差那个碗不能吃不了，要不然，哼，有本事就吃下去。甜品的呀，甜品的呀，好吃就说 shut up 啦。周琦呢？下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吃？我。哦。你出去。看到盘就知道很好吃了。哎呀，我嘴都不够了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去吃客家名菜酿豆腐。我讲你不知道啊，酿这个字是客家里面的活动词来的哦。啊，沙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放入馅料的意思。酿豆腐除了在马来西亚可以看得到，常见于在啊广西、福建、湖南等等这些地区。酿店还有个特色就是这个炸大肠，一口下去那个爆汁，这感觉真的很爽。我们家的咖喱猪肠粉还有这个老鼠粉也是必点的哦。说回来，酿豆腐在客家话是怎么讲的啊？说到酿这个字真的是够伟大，因为万物皆可酿，不止豆腐可以酿，现在很多蔬菜都是可以酿了的。你们还想看我吃什么客家美食，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不一定会去吃的啦，拜拜。我们在车上吃咖喱面，哎呦喂，这样满满香料的咖喱面谁能受得了？再配上我们国民饮料麦喽，到底需要多少钱？不要讲，我没有告诉你，这间店是在吉隆坡的沙拉斯拉丹。多少给你呢？你都？两年啦，呢度。两年啊？哦。哦。两年咯，我讲我哋老板大过半年，看老板这个手法，怎么可能只两年？啊，那就多点啊。必须要加辣的，哎呦喂，你看老板下手真的有够狠呐、啊！来你的很，大家都很爱哟、哦，真的人太多了，也没有汤匙啊，没有汤匙，对。这样满满料的咖喱面，那小的只需要8块，大的只需要10块、啊，你们自己看呐、啊，多大？面线和汤吃什么都很鬼香，哇哇哇哇，好吃就说 stop 啦。咖喱里面的烧肉倒爆猪皮真的很入味。一二三，嗯，看看浓郁的咖喱汤汁，住不住了，朋友们。5分钟吃完一碗，眉毛动一动，感觉很不够。我减肥是不是浪漫？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这样的和牛自助餐到底需要多少钱？哎，怎么那么多帅哥哦？这样的和牛套餐未免也太划算了吧！5种汤底可选，有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，再来还有小吃部、甜品部等等等等。还有这里的帅哥服务真的特别的贴心细心，你看他这手，看到帅哥突然想减肥了。他是阿哥来的，说好的减肥呢？减肥是明天的事。话说这见到他未免也太多了吧？啊，你看这个和牛，哎呦喂，放在自己家，对，调的太多了。首先是低温无菌的，我的妈呀，太滑了吧！芝麻香辣油碟，酸辣酱加醋。注意各单位注意，还是搭配回这个无菌蛋，再来就是这个芝麻酱，永远的神。哎，不过这个酸辣酱都拿了，吃掉它喽。芝麻酱是火锅必备酱料。看到鸡蛋没了。我是可以生吃鸡蛋的怪人，一口腐竹配滑蛋。哎哎哎，眉毛动一动，感觉还不够，赶快去他的收拾区拿一碗日式咖喱饭，再配一个无菌蛋。你们猜猜，我先吃好咖喱蛋。
猜对是没有讲拿的啊。话说这咖喱饭真的很好吃嘞，再配这个水饺，哎呦！啊，告诉你们个秘方啊，这个水饺一定要留着最后吃，而且要搭配这个无菌蛋，不然哦，嗯，好吃就说 sedap。做几耐啊？我1988年做嘅。1988年，而家真系几多年？你慢慢计啊，你慢慢计啦。今天带大家来到蕉赖马路里。欧阳。那他叫林姐。我要加蛋，是你一个。是他们家的面最少都有10年了，不信啊？你看看。真的是不得不赞他们两老，他们的体力、活力、肺活力，样样都比我好。莲花鸡嘞，最出名就是这个板面呐、啊。价钱呢，我已经放出来了，不要再问我了嘞。老规矩啊，好吃就说 sedap 啦。地址嘞，我就放在最后一幕，你们自己 screenshot 啦。还有，他们是每逢星期一休息的哦。拜拜。哎，地准呢？地准，进来全都是我钱包，钱包也好看，食物好过看你啊。嗯，一样的两个。今天我就是吃穷这边的老板，还要拿什么？那个海鲜。嗯，可以。你要哪一个？除了你什么都可以。你过来啊！都很肥美哦。他说签到了，你看你拿两片呢，长一点。Okay. 看到吗？这是满满的芥末。还好，没有番茄。我们家这个牛肉，这个牛肉。这是什么牛肉？很够力的牛肉。Thank you。你说很好吃的牛肉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它的那个酱料哦，很够力哦。比起这个牛肉，太嫩了。我更嫩。的袋子。嗯。是什么？很明显，大家都知道 ，OK 你硬件呢？会啊，会啊，会里面治疗会快高长大的哦。叫做师哥，在这么高级的地方可以 ，OK， 幸亏他们烤了过后是丢掉了。如果再用的话，你说多么的恶心？你太恶心了，你这样子。会不会再用呢？我有东西要投诉。你看你这个东西，就是这碗东西，你一定要认得它，它就在大曼坤诺。如果没吃就没事，吃了就出大事啊！老板，你这边开了几年啊？我13年，17岁做到现在啊！就是它，你们认得它？香吗？我的汤是用传统的木桶来种的。哇，用木桶种，这样你不是很传统？我知道你今天你来呀、啊，我传媒一点。看老板对待的食物好像对待他的孩子一样，细心温柔，还摆得漂漂亮亮，然后再放上他的独门辣椒酱，最后用上我看不明白的手法淋上这个汤汁，这样就搞定了的哦。味道我帮你们尝一尝啊，吃面的先喝汤，吃什么都很鬼香，太好喝了，汤汁不错啦，吃一下米粉，吃一下这个果条，哎呦喂，好吃就说 sedap 啦。但是当我吃到这一口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出事了，我就立刻冲到老板的面前。我有东西要投诉。你看你这个东西，你看清楚这个东西，为什么那么好吃？我会继续把这碗面做得更好吃。其实我想说，我们有没有经常称赞别人？一句称赞真的有那么难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要问地址对不对？在最后了，自己 screenshot， 拜拜。满满的叉烧，满满的料，总之看到这种黑黑的就是很有食欲的。Hello， 今天来吃网友推荐的云吞面。这间云吞面不简单，上过电视还上过报纸听。他们 LC 的地方就是云吞自己包，是云吞面的辣椒也是自己腌制的。因为他们家还不能堂食，所以只能打包回家咯。这样子吃云吞面，然后感觉这个面更入味一点。哇，半肥瘦的全部，那叉烧也太多了，你看。先带下这个它的炸云吞，哒啦！等下我要去运动了，可以吃多一点。嗯，好酷！
了错了再来。Hello， 今天我驾车弄街的时候啊，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我，我就立刻马上滚下车看个究竟。不得了咯，竟然给我找到隐藏美食！这里的越南春卷啊，越南咖啡是真的美得很。早餐那边真的是有够 very good 啊，一口、两口、三口早餐就搞定了咯。都说是早餐了嘛，肯定少不了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半生熟蛋啊，像这种酱油啊、胡椒粉啊，老板没有另外收钱的。像这种干捞河粉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，还有一种干捞河粉是白色的，我们叫白捞啊。这样你们是喜欢吃黑的，是喜欢吃白的嘞？简直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哦。可能老板都看到是我在减肥，所以给我一整片的鸡胸肉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很好吃的，这个有三人份，还有这个也是很好吃啊。哎呦喂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吃的我脸都歪去？今天来到这间，你敢讲你不知道？就是这个辣椒了，再来配上两粒的温泉蛋，才能符合我的气质。美女直播啊，你看看鸡蛋包裹整个面的时候，哇，这一口下去谁能受得了？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讲一定要加辣椒的嘛。哇，放了辣椒之后是真的很可以啊。至于这个水饺呢，就肯定不能跟这个面比咯。看看这个面的颜色是真的很一回事啊。你们是不是讲，如果是我一加更多的辣椒咯，朕也不差这一口，敢敢给它加下去。鸭子上那条面是打算打包带回家的，没有打包回家，我就给这一口辣到我五官差一点找不回来啊。分辨的尊重，我们还是好吃就要说实的啦。上最后一口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影片啦，拜拜。你看这个人最出名的蛇，哎呦，教你们吃骨髓的一个方法。Hello， 今天我这个兄弟带我上吉隆坡的小云顶，也就是在吉隆坡的达曼沙嘎，吃一个羊肉汤也是很浪漫一下的哦。哇，但是有点沙拉拉，对着。哇，我不可以吗？This is the top in our shop。哇，跟你们说哦，羊肉汤是必点的。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。哇，你看汤金浓啊，是东西我们男人最强的了。还是我真的很久没有吃，汤很浓哦。啊，吃肉先喝汤，吃什么都很鬼香。要吃骨髓前呢，就要把这个汤放下去先，然后这样子咚咚咚，你才细，是不是很厉害吃？是不是专业的？嗯，哇 ，good 啊，很 good 啊，可以吃三四只这个。嗯，好吃。This is our specialty in Rani Corner. Roti salad. Oh, roti salad. 看我这个兄弟的吃相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几好吃咯。很普通。羊肉汤是必点之外，这鸡肉汤一定要点啊。它是鸡肉新鲜煮啊，要煮的时候它才切那个肉生的放下去煮。它鸡肉很嫩啊。你看这个人。喂。OK 啊 ，Hello， 今天我们来到吉隆坡吃最老招牌之一的牛肉面。那个古董的茶餐室呢，就是在磁场街哦，也就是做了马来西亚的唐人街。有多久就问问看老板。多久给你呢？你懂？给你。哇，这一碗六十多年历史的牛肉面一定是很好吃的喽。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尝试先。吃牛肉了，我是一点都不专业的，但这一片东西是真的很好吃嘞。至于这干捞河粉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老板看到我这个大美女了，我忘记放调味料了。今天反正吃啥啥都不咋地。说喝一口茶，哪里知道喝了一口水。最后好彩让我吃到好吃的牛杂汤，而且还让我认识到隔壁的小姐姐哦。这一个小姐姐还是一个吃货哟。抖音那些的吗？我觉得对，就是抖音那些的，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哦，没有很浓啊。嗯，我觉得还可以不了。想在这里吃的，因为在 KL 吃嘛，其实在这里蛮多美食啊。对对对对对。上最后一口汤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影片吧，拜拜。Hello， 今天我们来到吉隆坡部落的外食街，这条街是相当多的老字号啊。我第三代咯，这家代代
代相传的客家大补面，在吉隆坡可是经典的老字号哦，吃到的都是小时候满满的回忆。这家店的老板都有60来岁，到现在依然坚持自己亲手烫面。话说回来，部落虽然已经是吉隆坡的旧区，但是还是隐藏着很多的古早美食哦。但是就像是一顿美食，会品的人才能尝出它的美味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Thank you 啊，拜拜。Hello， 今天我们来尝试网友推荐的娃娃面。其实这间店呢，它的虾面啊、糯米啊都是很好吃的，你看那么多明星跟他拍照就知道了。我一坐下来就给这个长长三角形的那些娃娃吸引到我。在马来西亚怎么可以不吃椰浆饭 ？OK OK， 我给你们 try 了啊，它是 confirm.com 的好吃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来吃椰浆饭？那肯定不可怜的嘛。我来了这边那么多次，我还真的是没有太夸这个蜜椒娃哦。很好吃，刚才那个脆脆的东西有人知道是什么来的吗？很好吃一下咧，跟你们说啊，好吃就算明天才减肥啦， OK 啦，拜拜。兄弟，今天对不住咯，我要带大家去吃一个很好吃的日本拉面。这家拉面就是在大城堡 Super Darling 啊，就连他的菜刀我看到都想吞下去啊。他们家的面就是比较粗的，多一条也不会给你的哦。你该减肥了。等到我这个面的时候呢，我肯定要加上我们这份水饺的嘛。我就好奇了，这个水饺到底是主食还是配菜呢？再来一个我最喜欢吃的可乐饼。这个面之前一定要把这水饺吃到完完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面在我心中都是 YYDS， 你看看这个蛋，谁能受得了？其实我是真的要减肥的，但是你看这个面怎样子？好吃的是我，这里的辣椒粉啊、醋啊，都可以根据你的口味来做调配的。送上最后一口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影片啦，拜拜。抖音。